可以。滚！我靠！哎呀，无辜无辜！现在的人真会玩。哎，我觉得很好哎。那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嘿，你说。那我的选手在想什么奇招？抓我抓！这边就是你可以怎么发挥？哦，直接往那个冰箱里面发挥，好像可以。哎，那个是什么？放置式少女。来，雷桑看右边。哎，一击也可以发挥一个什么东西？国外好像会很多那种卡住啊，或者什么的。那我要先脱，因为大家平常都会。事隔两年，室内美到 PK 赛，哇，又来了，重启，应该是说筹备了两年。没错，因为这是一个很慎重的计划，你不能说随便乱拍啊。对啊，而且我这两年就进步更多。两年前是你输，记很清楚哎，因为你还没请我吃饭。OK， 两年了，所以那你就是要请我吃无限费用的自助餐。我们今天要赌什么？请全部人吃饭哦，一样，输的那一组请所有人吃饭，没错。好，那我今天要 PK 的主题呢是谁是真正的网拍摄影师？哎，我们都不是。游戏结束，拜拜。没，因为我们就是很常滑到那种网拍的那个照片，可是我们都不知道说女生到底是觉得辣的她会下单，还是衣服好看，还是整个那个色调。我们今天就来 PK， 但我们今天都有各自的选手哦。今天有两个来宾，你要不要先欢迎你的选手？好，好，来喽，来喽，我们欢迎亮亮。还是完全没忍过，善良的亮。一个普通的人，普通的人，我跟你讲，那你们家气势已经弱一半。我等下欢迎的这位，他不善良，他也不是普通人。欢迎拉拉。大家好，我是不善良的人。嗨，我是拉拉。你觉得你的强项是什么？没有表情。哎呦，高冷。拍那种酷酷的。是。你平常在干嘛？雾眉毛。哦，你是雾眉师，你有雾过男生吗？有。啊，你只能雾眉毛。下睫毛啊，像因为女生不是会那种卧蚕的眼妆啊，像就不用一直画。那你平常私底下都在做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一直躺着，一直躺着，一直躺着。我刚离职。你原本做什么？健身房的行销。哎，可是那行销的部分是你还要去跟客人，就是帮他健身。没有，我幕后的。一定要什么策略吗？我今天就是看他们带什么衣服，然后帮他们拍适合的照片。哦。就是没想过嘛，还是我们可以先看你准备的衣服。你先要 PK 出来里面，但你还是要准备另外一套。对对对，是。我靠，这个是碗碗工，是吃牛肉面，蕾丝做的碗工。那可以看一下数字是多少的碗。那你准备的是什么？先给我们皮胖姐。是用皮的还是用？哇，时下最夯，超人 PK 超人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吗？上身是。它是又算一个运动内衣哦，下身是，我靠，丁字裤吧，等下你要拍到丁字裤吗？哦，会多拍几张啦，然后会到他的头上去。那我们等下就开始 PK 了。好，有信心吗？我们今天就是一样是一个赌注，超级有信心啊！我现在是很有经验的拍照，每天都在练，都在练，狂练。对啊，你像你都在主持嘛，就是没有在练拍照。我那我就很会控制啊。还是就你控制啊，我拍。是我控制你，我拍你。我穿 CK， 然后我在旁边帮你拍手。点阅率162。好了，哎，那今天怎么分配？还是你们心有所属，就觉得跟谁会赢？我觉得我自拍可能会赢。那我们闭上眼睛。好，那我们自己握。选择。哦。啊 ，CK 超人 ，OK，CK 超人选了我 ，OK， 晚工超，好啊，那我们就要开始进行我们的室内美照 PK 赛。哦，我们刚好默契了，来一起。哦，可以哦，可爱，好甜哦，可爱，可爱，可爱，好可爱，全不让你穿衣服，场外，场外，哇 ，OK， 很棒，我靠，这可以，滚。现在的人真会玩，哎，我觉得很好哎。那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嘿，你说。那我的选手为什么在想什么奇招？抓我抓！这边就是你可以怎么发挥？哦，直接往那个冰箱里面发挥，好像可以。哎，那个是什么？放置式少女。来，雷桑看右边。哎，一击也可以发挥一个什么东西？国外好像会很多那种卡住啊，或者什么的。那我要先脱，因为大家平常都会洗衣服，所以其实洗衣机是很贴近日常。
对，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洗衣机的场景，就会觉得想要买这个内衣。我瞎讲什么啦？不要偷听，不要偷听。欸、这边有吸尘器耶，这也要用？这是屁啦！请问哪个女生会买单？在引体向上的女生？好，你就是那种很认真在，对你不要耸肩，你不要耸肩。哦，可以哦。不要烫脸，不要烫。你们去讨论你们的，干嘛、啊？好，你们想，你们讨论，你们讨论。帮我侧过来一点。哎呦，在那边。然后可以舔一下刀吗？哈哈哈！好，可以。好。来镜子来一下，镜子来一下。哎呦，来左边一点点。那个人左边一点点，什么画面？我说如果我买那一照片是这样，我会翻脸。拍完了，我们结束了，会赢吗？我觉得赢了，已经赢了。是什么啊 ？Give me five, yeah, yeah. 哎，这个就太超了，不要吵了。我们只是让你们先拍。好，再来，哎，不错哦。二三，哎呦，一二四。哎呦，干很好哎、欸，眼神一百分。你看他的眼神，哇，这个完全就是这种无辜。为什么把我关在里面？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会跟两年前是一样的情况。Oh my god！ 救护车来了，就听到了吧？怎么可能？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说好要是女生会下单，对不对？不是那个男生的订阅内容会。我还是会问男生，如果你女朋友的话，你会买哪一件？这样公平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OK， 我们就去询问大家的投票结果。耶！所以你看，刚刚你看的那个照片，然后如果你是男朋友，你要买给你另一半的话。你会挑哪一套？不要放大哦！你会买哪一套给阿喜？直接讲出来了，就如果你今天在这滑网络上看到这个网拍的照片，有两组照片，你会下单哪一组？给你挑一下。好，这是第一套。好夸张哦！这个，它是蓝色。对。手痒。这个会很想要这样。手打面。手打面。我不跟你说谁是谁拍的，好夸张哦，这个很扯。哦，蓝色的这一套，选一套。你对两套的话，你会买哪一套？买哪一套？嗯，他们这个我看一下啊、哦，扯了吧？是为什么笑？为什么笑？哇，他是剧组哎，哇，这是 Z 罩杯吧？第一个是这个，第一组，第一组蓝色，是买内衣还是买人呐、啊？内衣吗？我会选蓝色哎、欸。你会选蓝色？因为我觉得这个蓝蛮特别的，有点像宝蓝色，就是不是一般很常见的内衣，因为大概内衣都是灰灰黑黑的那样啊。哦。对啊。就是运动外运动内衣啊，干嘛的？对对对。然后这个蓝色感觉衣服脱掉会哦，眼睛一亮。眼睛一亮。眼睛亮就好像比基尼的啦。那你觉得你有办法驾驭蓝色这一套吗？一定可以啊！好，那再麻烦你现场。哎呦，看得很仔细哦，放大哦。哎、欸，他你总共只传给我两张，然后我来回已经看了六十几次，所以我就回灰色好了。灰色，灰色。耶、yeah, ，我拍的比较好啊。他那个角度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光是这一套就取胜了。灰色哎、欸。哦，你喜欢灰色这一套？对，这样看起来就是很性感。你说拍桌健康的那种性感。灰色的这一套，过吗？就看照片好像会有一种互动感，你会觉得他在跟你互动。蓝色的也在跟你互动吗？你怎么还不进来洗澡？我在趴这样子。蓝色是你拍的，蓝色是我拍的。谁会买这个啊？为什么不买？不行，你这一看就是 only 情色，没有要卖内衣的。对，对啊，灰色的。对啊。为什么？很明显吧，这跟拍照技术没关系吧？你是很认真挑款式是不是？对啊。第二套啊，第一套我觉得那个 A 片感太重，蓝色这套是我拍的。哦，那你拍得真烂呢、欸！屁呀、啊！好 ，Anyway， 最终呢，我获得一票，你也不要笑，你搞不好零票。我是几票？你好像得到四票还是五票？
你有什么心得吗？就是可以获得一份晚餐，非常的开心。这一次我觉得凉凉也没有表现不好，是我的不好。大家说我把他拍得太青涩了。哦，是吗？我们还有一些其他帮他们拍的照片会放在他们的订阅内容。好，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去看。如果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加分享。好久没有讲这句话，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订阅我们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原本山，原本是座山。不可能自己拍完在那边chill吧，在那边看。不好意思哦，因为他们现在那个忍不住想拍一些订阅内容，所以想要看的人可以去找一下，把链接放在下面。两位的订阅内容，哎，这个好帅哦！我的，不要拿。